13个月大的芬坎贝尔参加婴儿游泳训练项目的第二天就能像一只软木塞那样漂浮在水面上了。 All right, Finny. 芬坎贝尔是数千名学习如何漂浮的婴儿和幼童之一，听起来很简单，不过婴儿游泳训练项目的卡拉维说，这是一种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技能。漂浮并不是本能就会的，我们通过触摸教孩子们这项技术，所以这是一种感觉运动技能，所以我们教他们如何翻滚躺在水上漂浮。就这样，一至六岁的孩子学会游泳、漂浮、游泳，直到他们可以继续游到安全区域或泳池壁旁。婴幼儿通过一对一的教授学习水中生存技能，每周五天，每次十分钟，家长必须承诺自己的孩子参加至少一个月的学习。我们教授感觉运动技能，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独自在水中应该做什么。两岁的特雷弗·戴维斯如果学习过这种自救方法，他今天可能仍然活着。他的母亲艾米·戴维斯说，他那个精力充沛好奇的小男孩为了找自己的墨镜而跌落到了邻居家游泳池的深水的一端。他说，一分钟的疏忽让自己终生感到内疚。我是一个总是试图看好孩子确保他们安全的母亲。我们也知道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就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艾米·戴维斯、她的丈夫以及她的朋友和家人筹集资金，在华盛顿地区建立了婴儿游泳训练项目。他们现在支付六名教练的工资，并且资助无力负担学习费用的家庭。他说，他从孩子父母那儿收到的感谢信有助于淡化自己失去儿子的持久痛苦。It's hard and it's something we talk about every day. 我们挺难的，这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事情，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知道我们会再见到他的。目前美国许多城市和全球十个国家都使用婴幼儿游泳训练项目的教学方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